廣州誒咧一個好地方啊，一個越秀公園啦、啊，越秀公園嗰度好多嗰啲山景啊，嗰啲之類啲嘢，齊嘢係好靚嘅。咁而家我此時此刻咧，個腦海之中咧都會喺記憶中咧嚇、啊，我哋個越秀賓館啦、啊，啊正門有好多後門。有正門後門啊，咁呢啲嘢都話咁啊，正門咧就係近住我哋嘅中國酒店啊，嗬，係咪中國酒店啊？東方賓館啊，係喎，我以為我自己係好失憶添啊，以為我喺呢度啊應該失咗憶啊，唔係噶，我翻到去啊，我一樣可以誒唔會蕩失路，哪怕佢係變化好大，或者係佢每個街區嗰度咧就係起咗好多啲樓層，但係都唔會話影響我。邊個地方，我甚至可以做導遊添，可以帶領啊嗰啲未嚟過廣州市玩嘅人咧做導遊嘅，咁同樣可以咩嘢？反正又唔會大蕩失路。啊，仲有啊，我哋個越秀公園咧，再行得十分鐘啊，咁啊有一個流化湖公園啦。咁呢個流化湖公園又係好靚噶，咁佢又係好多美食噶。咁如果你係話攰咗去嗰度，真係哇飲茶啊咁樣，哦睇到外面嗰啲湖水啊，好靚好靚啊，真係你話嗰種感覺幾有詩意啊！即係你唔係詩人啊，咁你睇個環境，你都唔會話無動於衷啩？咁仲有咧，咁仲有我哋個老湖咧，啊老湖夠靚咯，咁我成日去啊老湖啊嗰時候，哎呀真係，其實美嘅東西我哋每個人都中意噶，即係抗拒唔到嗰種即係靚嘅景。我哋人咧就係真係會有一種向往生活嘅美好，生活美好係對我哋每一個人好重要，好重要。咁你喺即係而家我呢個咁嘅環境下，都能夠聯想到我哋廣州嘅靚景咧，可想而知咧就係人其實都係追求一種美好嘅一種東西，所以我哋人啊係好積極嘅，積極向上嘅。一個高級動物啊，話講到呢度啦，咁我咧都係祖籍係陽江人啊，又要講下我哋陽江啊。陽江咧，我喺陽江出世嘅，兩歲嚟廣州，咁樣後嚟咧，我都會翻去我哋陽江嘅地方，閘坡啊，閘坡都知道啦。如果大家即係閘坡嚟講，喺中國嚟講係一個出名嘅地方，相對於好似青島咁樣啦、長城咁樣啦，但係冇長城咁有名氣，但係嗰度咧都係一樣係有我哋嘅閘坡，閘坡係好靚嘅，嗰度有好多海鮮。哎呀，一講到啊，即刻啲河啊，真係諗起啲花蟹啊、啲花蟹啊、海鮮啊，仲有啲螺啊咁樣，係咪先？哎呀，真係，如果而家此時此刻我而家咁多人啊喺度啊，哎呀！有個天使啊！突然間話送一盤嗰啲咁嘅花蟹啊，幫埋嗰啲咁嘅海鮮俾我食啊！哇！你話人生係咪真係幾大嘅喜悦啊？所以喜悦就係咁樣得嚟嘅啊！雖然而家咧就係現實中而家係冇嘅，但係我通過想像咁啊，已經係嗰、那個利啊，已經係有種即係口水都多咗嘅。喂！不過而家我傾緊偈喎，有啲人話你肯定係口水佬嚟嘅，你口水佬嚟㗎。咁我做節目啊嘛，咁啊做節目點唔口水啊？即係不過我唔會口水花噴噴嘅，我始終咧都係有一種自我修養嘅。即係點解啊？如果你又平時食嘢啦咁樣，你飲嗰兩啖茶嘅時候咧，咁你會講嘢多啊。咁啊覺得你口水花噴噴，咁啊對面嗰個點啊飲呢啲口水咩？所以我咧就係好細嗰時候咧，我就已經係知道咗有鼻忌嘅，咁啊所以講嘢咧就好似女人咁樣，你好你好。咁啊或者咧就係食嘢嗰時候講嘢嘅時候咧係唔露齒嘅，咁啊扮下斯文，其實就係唔好話。口水花噴噴咯，咁而家我講嘢都冇口水花噴噴嘅喎，因為呢種係一種形式、一種習慣。如果你話平時啊無所顧忌啊口水花噴噴啊啲口水倒住噴嘅時候咧，咁你同樣到自己嘅真正嘅時候，你唔會忘記。所以你要平時要做好呢樣嘢，就係冇口水花噴噴啊，咁你形成一種習慣，你任何環境你都唔會露陷噶露線啊，唔知係咪啊？露出你真面目噶嘛？好啦，先头讲到边度啊？咁啊，讲到阳江啊，阳江闸坡，跟住我又讲下阳江嘅解放路啦。即系其实以前咧就系个县城嚟嘅，我妈咪喺县城嗰度住嘅。咁而家改为市啦，而系第
二線城市啦，咁樣啊，有解放路啊、南欣路啊之類啲，哇！有鴛鴦湖喎、啊，呢度又係似鴛鴦湖啊，鴛鴦湖好靚噶，我又去過啊，你睇。其實我覺得咧，好多風景係有個共性嘅，無論係世界各地任何地方，其實咧都係有一個無他，都係有湖、有動物、有雀仔、有天鵝、有鴛鴦，所以我哋陽光度咧有個鴛鴦湖啊，好睇嘅喎，又係喎，不過咧我一定要。去教你重游，而且去到嗰度，我就好似而家咁样做节目，一定要咁样做节目嘅，咁样加，咁我有记忆啊嘛，咁啊证明我去到此一游，我家乡嚟噶嘛，家乡美啊，真系家乡美喺我个呢个咁嘅脑海之中咧，就系、是、已经系产生烙印，所以我哋阳光嘅鸳鸯湖咧系非常之靓，咁仲有好多好多附近嘅嗰啲咁嘅山啊、水啊，系咁靓嘅，所以即系人啊，我哋会喺世上咧要多啲咁样去与大自然咧紧密接触，拥抱大自然呢样嘢先系我哋做人啊，一个真嘅。一個真體嚟嘅，因為人生好苦短嘅，我哋應該係充分咁樣去珍惜每一日嘅時光，每一分秒秒係要與呢個咁嘅美麗嘅大自然咧做一個親密接觸，係呢個係對自己，亦係對呢個咁嘅天公造美。有一個共生共榮的那種關係，因為有這樣的靚景，那你在這裡坐也有人的點綴，有那些這樣的天鵝的點綴，你是不是覺得即是一種非常之不錯的那種享受？反正呢一句話啦，我在這裡做節目的，那如果你看的這樣後面的背景是這麼漂亮的話，那通常呢大家呢就是通過我說的話都會知道我的這樣的心情的啦，只要我心情此刻此時是在想什麼東西啦。好啦，那繼續喝杯茶先。啊，已經是喝了一半了。好山好水好心情，绿水青山总是情啊！我又想起以前咧，我睇啲书啊，即系以前啲古代啲人好有文化嘅，都系中意对子嘅。咁佢哋日日咧都系睇好多书，咁样咧就。如果是親朋好友一起，或者幫朋友坐在這裡，都是以對子為一種快樂的一種傾談方式。如果現代人來說，就因為娛樂比以前古代多了，這樣我們加上現在白話多，即是就不同以前那些什麼三吾其身啊，不就是我的意思啦，現在是白話時代啦，就不需要說好像那一定要這樣的去公公正正地去對做對詞啦。現在你的白話來說呢，即是現在的人寫詩呢就不同了，李白的那些什麼七字句五字句啊，現在就可以這樣說，可以即是可以散文的形式說啦。哇！今日風景如畫的地方，在呢個樹底下，我哋盡情享受就呢刻的寧靜。風吹向你個面上，使你為之一陣。此時你自己戴對墨鏡喺度咧，唔知究竟係眯埋眼還是開住眼喺度扮明星啊！扮明星啊，咁啊呢啲系咪一个散文嚟噶啦？系咪先？哦，我睇下而家二个位先，好唔好啊？一阵眼睛疲劳啊，又系咁样啊。真系好，真系人生系一种开心啊！又想打一次啊。